英国人讲话跟美国人两样的，口令也两样的。英国人晚上他放哨，他是扎人的，有人的地方，他就在门口放个哨。他那个哨兵站在那个很黑的地方，那么你远远来了，他不出声，你走到面前，他就小声说 halt，halt，停止，就站着。你要听不清楚的，往前走一步，他就打枪打你的。所以，我们跟日本人打仗不害怕，跟英国人在一起，是我们是友军，反而害怕。那么，所以日本人要来，这个奇袭偷摸，叫摸营了，他来那是很容易的。我跟英国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我睡一张吊床，吊床下边有一箱手榴弹，这个吊床上面这个底下挂了一支冲锋枪，冲锋枪里面的弹盘是圆的大弹盘，不是弹夹，但是68的弹盘，一支手枪上了膛，本着。这个头枕头底下，这样睡觉的，要一有事情就要起来就要打的。你要是慢一点就糟糕了。作战的时候，中国兵那个哨兵是布的跟自己营地离开相当远的，那老远找就中国哨兵看见人家喊口令，哪一个大声喊的，那英国兵就不是了。所以，我们跟英国兵在一起的时候，紧张得不得了。我刚刚去支援英国兵的时候，英军英印第一师啊，他那个司令部前进，搬家，从老阵地搬到新阵地去的时候，他有一个日本敢死队，自己把自己绑在树上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那些英国兵就在河边来洗脸，有的刮胡子，有的英国兵不刮胡子的呢，他就要大胡子，都是就要拿个梳子慢慢的梳胡子，总归是非常悠然自得的样子。叫那个日本兵在树上开枪，打死了一个上校，英国的。还打死了两三个人的，但是英国人呢，他就是不重视这个事前的这个侦查。我要住的这地方，我要四周围看看有鬼子没有，对吧？这个里头都没有了，我要放好哨兵，这有鬼子再偷进来，我要拦住他。他没有做这个事情。所以，我们跟英国兵在一起，怕就是怕在这里，他习惯不一样。